对，我的朋友在里面。OK， 王传一失去你的那一天，大川大力数位影音股份有限公司。吴康仁一把青，戏剧节目最佳男主角奖入围名单揭晓，年轻演员当道，演技备受肯定。你在哪里捡到的？我在杉木林里捡到的，里面还写什么山中遗言。我还以为这个人死掉了。改编自真实故事，以小脑萎缩病患者为题材，中式中天戏剧《失去你的那一天》感人励志。你在想什么？我在想，如果有一天我和我弟真的陷入这种人生无常的困境。王传一诠释令人动容，获得评审肯定。不过他面临的挑战可不小。你可不可以就地解散，离我远一点？你不理我，我每天就在你校门口等你，白天等，晚上等，等到天长地久。不时告诉你这些话，最主要的用意是什么？根本就不可能有这样的 B 群女人。吴康仁和邱泽各凭一把青和 B 群女人入围，竞争激烈。如果他得了不治之症，你会怎么办？李千娜演技大爆发，演来丝丝入扣。不过其他入围者也不是省油的灯。丈夫部队出事了，建议要跟丈夫赶回南京。杨锦华、柯佳燕、林佳丽以及林玉涵都在角色上发挥得淋漓尽致，每个人都相当有特色。入围名单，我们先由徐伟宁来帮你揭晓。名单出炉，中式和中篇共入围综艺节目主持人以及戏剧等17项大奖，奖落谁家也让观众相当好奇。记者黄少平、罗一景台北报道。